欢迎收睇时代足球总会辉煌33联赛，罗东斯堡对恒中嘅蔡正华。咁先开波咧，系着住深蓝色衫嘅罗东斯堡啦，而恒中就着住白衫。呢边见到恒中右路嘅攻势，由禁区里面做个撞墙，可以初初再自己射嘅，佢选择传啊，传嘅时候队友打个后争，但系对面门将都出到嚟啊，将个波没收。继续见到都系嚟自恒中嘅攻势，传到 K 个位。再傳入中間，撞翻後少少，圖場有啲遠嘅，決定自己再射一腳啦。呢球未能夠命中目標。呢邊羅東斯堡嘅反擊啦，長傳上去，加多一腳，俾到隊友，但係對面白衫都嚇得好近噶啦，一級，再右腳一篤，羅東斯堡憑著反擊打開紀錄，5-1。入波嚟自徐俊文啊！一腳波傳上去，加多一腳，兩腳波，一級，三腳，再加多一篤，四腳波搞掂你。羅東斯堡領先1-0。之後呢邊見到恆中嘅攻勢，恆中嘅反擊又點樣呢？左邊斜線揾到後場嘅隊友，哎呀轉埋就好啦，轉埋可以自己射啊！佢選擇俾隊友再射埋去，今次門將封到位啊！但個波繼續喺白衫腳下。再嚟咧就俾對手截到啦！呢邊恆中攻勢，對面麥利帕快腳俾到隊友，即刻嚟咗 K 角位施射啊！門將 K 角位置企得靚，將個波封到。繼續都係落後一球恆中嘅攻勢，回翻後少少，都係自己嚟，諗兩諗都係自己嚟啦！呢球中籠嘅，但對面門將都將個波擋到啊！上半場羅東斯堡領先1-0，下半場白衫嘅恆中開波。呢邊見到恆中點樣做，食住對手身位，傳上去，加多一腳入埋禁區裏面，即刻射食唔應個波，呢球力水爭緊少少。呢邊羅東斯堡中間做個撞牆。快腳一拖，2-0。其實睇到而家咧，見到其實恆中嘅攻勢咧係唔少嘅，但係把力咧就羅東斯堡比較強啊。呢邊見到徐俊文咧又入一球，羅東斯堡領先到2-0。呢邊恆中傳到尾處控高咗啊！如果即刻撞嘅話咧，應該大機會有嘅。但繼續個波攬翻喎，嚟到禁區頂再射，今次勁到夠啦，但係未能夠中籠啊！呢邊羅東斯堡想傳嘅時候，對手埋到嚟拍，再都俾佢攞翻個波再傳上去啊！入禁區裏邊一射高出咗。呢邊羅東斯堡左路攻勢。傳埋中間，再射埋去。今次門將救到，但個波繼續喺羅東斯堡腳下，門前一片混亂。最後恆中成功解圍。呢邊恆中長傳放上去，對手拍住佢背脊位置啊，即刻咬腰射埋去，中唔到籠啊！呢球。之後呢邊羅東斯堡反擊。送到上前場，温朗温面對門將，挑高個波，處理得相當冷靜，3-0。入波嚟自邱子健，呢球啦，放個波放長上去，面對門將，好冷靜，挑高個波，3-0。呢邊咧見到恆中嘅攻勢，虛環呢度大腳解圍清上去，呢、這個時候咧球證吹完場啦，最後羅東斯堡贏3-0。